林近希，高龄26岁，嚟自墨尔本选区，身高165公分，体重50公斤，三围系85、65、88，系一名市场营销，都系公分啊吓。佢嘅嗜好系画画同埋唱歌。Hello Sherry 你好啊，大王好 ，Mandy 好，各位朋友你好，紧张吗？大家好，梗系唔紧张啦，你会锡住我哋嘅。Okay, 我想问下，系你讲广东话讲得好，边处人？我系香港人。哦，香港啊？哦，香港啱数啦。你抽一张先，我哋。抽一张问题，就第一张。我系一号就抽一。系十号问题，吓嚟十号问题边个特别啊？系咩问题咧？我想问你中唔中意演戏啊？梗系中意啦，人生如戏咯。中意演咩戏？咩戏都得噶，最好就梗系笑剧啦。点解做笑剧咧？因为笑中带泪，然后泪中又可以笑翻，几好玩。吓、啊，真系又笑又喊咁样。咁咪算系悲剧定系笑剧啊？喜劇嘅中意都係悲劇。OK， 你揀咗呢題題目就啱啦。你未選中加入 TVB， 但係要學做戲。好啊。做戲有三位俾你揀，第一位汪明荃，第二位薛家燕，第三位李佳芯。想問你三位你揀邊位？小心揀啦，唔好隨便揀啦。嗰兩位係阿姐，呢位係時候，是大眼坐過到都領嘢。咁梗係揀李佳芯啦。點解咧？揀李佳芯，點解揀李佳芯？因為我哋已經開始預習你嘅戲《BB 來了》同埋 AI 內容，對你有一定嘅認識。咁而家唔使你揀佢。係。點解唔揀嗰兩個？嗰兩個喺香港嘛，咁遠。哦，即係佢睇唔到你表演，所以就冇所謂啦，唔揀佢哋係嘛？係啦。我點啊你？阿 B B 姐姐都唔係嘅，我相信佢哋會用翻 TVB Anywhere 去睇翻嘅。哇！幫我哋打埋廣告啦。要揀做戲啦，揀李嘉欣。你喜歡李嘉欣做咩戲？我中意佢做翻佢自己。做翻佢自己，因為 Ali 嘅一個演戲嘅歷程已經係非常之勵志啦，同埋好鼓勵人心嘅，所以我覺得係值得做嘅。哇！繼續俾掌聲，好好嘅答案。但係你話要笑中帶淚，做咩戲係笑中帶淚啊 ？BB 來了咯。BB 來了，笑中帶淚。係因為孕育一個新生命應該係一件好快樂嘅事，但係過程之中又有好多嘅辛酸係佢自己知道嘅，所以係笑中帶淚一個過程。哇，講到好似啊，你有個 BB 咁喎。我有去睇劇本。哦，多謝，有做功課啊！好，多謝曬你一號嘅 Sherry。方龄23岁，来自悉尼选区，身高169公分，体重52公斤，三围系90、65、85公分。佢一名大学生，佢嘅嗜好系跳舞、唱歌、游泳。Hello Anna， 你好啊！你游水啊你？你哋好啊！系啊，你都好啊！邊處人啊？我喺澳洲出世。澳洲出世嚟啊？係咯，邊處人啊？本籍。哦，本籍，爹哋媽咪都係香港人。哦、香港啊？係啦。點解你講香港話唔好咧？因為爹哋媽咪覺得兩文三語好重要，同埋我由細睇 TVB， 所以就幫我惡補咗好多廣東話。食嘢啦你！哇！依家嚟都好聰明啊，我覺得佢。全部聰明。係咪啊？因為佢睇 TVB， 所以更加聰明。係啊。係咪啊？係啊，當然。你多數睇咩令你咁聰明嘅 TVB 嘢？我乜都睇㗎，8點開始就要睇《愛回家》啦，跟住錄咗之後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劇集啦，係咯。你好得閒啊！咁大睇電視，唔係好多
想知道咧，佢而家啲青年人咧，佢用好多時間睇機啊，或者去街啊玩啊嘛，睇電視八點鐘開始睇喎。佢就係中意睇電視。呢句都係 TVB 學嘅，時間咧就好似事業線咁，一節就有噶啦。哇！一節就有。聽唔到啊呢句。係啦，好啦，不如我哋而家抽個信封先啦。抽信封，抽一個，你揀邊個？好，呢一封，睇睇問題啊。問題係問，嚟緊好快聖誕節啦，仲有三百萬左右，想問問聖誕節，歡迎你嚟到想夢遊樂園。你入到想夢遊樂園，你想變成邊一位呢？以下喺聖誕節：一、雪人；二、一棵聖誕樹。三、聖誕老人嗰隻鹿；四、一隻北極熊。聽得懂嗎？聽得懂。OK 嘅，你揀咩啊？我揀做隻鹿啦。嚇，做鹿？點解咧？因為大家可能覺得聖誕節大家都會留意雪人啦，留意聖誕老人啦，就大家忽略咗隻鹿。但其實咧，隻鹿先係嗰個去拖住聖誕老人去送禮物俾小朋友嘅。對啊，對啊，對啊，對啊。係啊，好重要嘅一個角色嚟㗎。如果唔係，啲小朋友就冇禮物。哦，但你想即係兩都休息嚇，聖誕老人成日點都接埋佢喎，你都制啊？因為我哋聖誕節先開工噶嘛，平時365日就可以透足精神，跟住響聖誕節嗰日就可以好努力咁帶歡樂俾所有小朋友。我中意犧牲自己去帶快樂俾其他人。多謝多謝，你真係好叻啊！多謝曬你。我希望你都快樂。多謝多謝。Thank you Anna。梁逸雲來自珀斯選區，方年19歲，身高176公分，體重63公斤，三圍是82、69、98公分。他是一名大學生，他的嗜好是打拳、打高爾夫球、籃球、游泳。你好啊，梁小姐。Hello Agnes。哎，我呢？你好，姐姐，美女姐姐。你頭先都冇咁高，你高咁多嘅嚟啊！著得好高，高跟鞋啊！對啊，穿得很高的高跟鞋。對啊。對，還可以，還可以。累不累？不累，一點都不累。好玩嗎？特別好玩，超級開心今天。今天為什麼呢？18歲才來參，就來參加嘛。其实我已经19岁了。19岁，对对。19岁，人家大个女噶啦，大王。什么年纪就来了吗？对呀、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很自信。自信。对呀、啊。还有呢？我觉得我很漂亮。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呢？我觉得我很勇敢。哦，勇敢。勇敢。很勇敢，对对。你是哪里人呢？我是东北人。东北哪里的？东北黑龙江的。黑龙江的、啊、对，黑龙江吃什么的？黑龙江吃酸菜炖排骨。什么什么酸菜炖排骨？天天都吃吗？每天每顿都吃。为什么？就是吃了就会高的嘛。是不是吃酸菜炖排骨长高的？没错，就是这样。请大家，请欢迎大家来东北玩，谢谢。哦，食到咁高啊！咪好咯，对对对，嚟嚟嚟，快啲抽翻个先。系啊，抽翻个题目。东北菜就是这个酸菜排骨，没其他的吗？还有。比如。还有。比如。豆角炖土豆。豆角炖薯仔啊！豆角炖薯仔。系啊。还有什么第三种菜？食齋啊！鍋包肉，大王其實你係咪好肚餓咧？唔係啊，我想買啲嘢，我問爸媽都要嘢嚟嘅，全部都係包啊！對對對對，唔係包就蛋蛋馬都咁啊 ！OK， 歡迎嚟到想夢遊樂園。誒，恭喜你啊！今天來到這裡，你可以挑選一個男孩子做你的老公。真的吗？对啊对啊，肯定。这么激动？对啊，好激动啊！对啊，因为我现在还是单身，没错。哦、你19岁应该单身啊。下面三个男孩一定给你脱单。谢谢大王。对对对，但是要挑，第一个男孩子算是大肚腩的。
但是他是个富豪，很多钱的，很有钱的大肚腩非常 attractive， 对对对啊，很 attractive， 肚子很大的，对。第二个没头发的，没头发，但是他天天让你开心，弄得你很开心。第三，非常帅，非常帅，爵士的帅，爵士的帅，跟你一样帅吗？不，比我更好，但是很穷，穷光蛋，一毛钱都没有，还是负资产的。对，你要贴钱养他。三个，你挑。我觉得我会选择没有头发的那位，让我开心的。真的吗？对，因为我觉得人活一生最重要的就是开心，然后我觉得没有头发的可以去种。哎，还是有道理的啊。哎，講得幾好喎，大佬又。我而家揾緊台下邊。哎，唔係，睇下邊個頭係發光嘅就知啊。你咁變真係 OK 啊呢個？但我覺得 OK， 完全 OK， 因為我爸爸就是秃顶，所以沒關係，我還是很愛他。爸爸來了沒有？沒有，他們都在中國。哦，然後爸爸看到會吐血啊。可能他會在吐血。你說他秃頭啊？你真的很開心啊。對，我真的特別開心。对对，享受今天的比赛，非常享受。谢谢，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四号陈燕瑶，陈燕晓，芳龄22岁，来自墨尔本选区，身高165公分。體重48公斤，身材是85、63、85公分。Hello， Sharon 你好啊，你好。慢少少，你讀緊書喎？係啊。讀緊咩啊？金融同埋經濟。哦，金融經濟。嗯。點解揀金融經濟咧？想管理好啲錢，唔好咁易俾人揞錢。哦，大把錢喎、啊。就係少，所以先要管理好。哦，你點？仲有啲咩你會想管呢？黃金管唔管得咧？可以研究一下。可以研究一下。可以研究一下。我想問你啊，今次參加嚟呢個比賽咧？想挑戰一下自己。挑戰自己？你廣東話冇？嚟自邊度啊？香港。哦，你去香港啊？哎，你好，你好。我而家翻好多香港嘅朋友。對對對。好啦，請你揀一個問題，睇下揀唔揀啱你想答嘅問題。希望係啦。問題係問。我呢個簡單啦，佢話歡迎你嚟到想夢遊樂園。你讀書希望做這個，唔係你讀書希望做教師嘛？但我轉唔到 channel。教書，即係我想唔想教書？嚇嚇，想唔想啊？儲夠知識就可以啊。儲夠知識就可以。嗯。佢話呢個咧就話你想辦教育。嗯。你會開辦親子班，親子班裏邊咧要學以下幾種嘢，你覺得應該學邊種？第一，少林武術班，嗯，呼呼呼呼，仲有就係空手道，哈士哈士，泰拳，棒棒，你知唔知什麼泰拳啊？知 OK， 柔道，打山要咁打，嗯 ，OK 啊？仲有合氣道，合氣道都知啊？咩嚟噶？合氣道，啱你講嘅。咩啊？同空手道同柔道唔同。都有個道字，都曬，都有個道字就一樣噶啦。最後一個西洋拳，揀邊款教細路哥喎，親子活動喎，你會揀邊種拳？我會揀少林功夫。嚇？少林功夫點解咧？第一，我覺得少林功夫係中國特色之一，咁係應該保留嘅，同埋多數係家長覺得小朋友應該去學。即係覺得好辛苦，所以想佢哋即係吃下苦。學泰拳仲辛苦啊，踢椰子㗎，你見過未啊？咁都可以。唔好可以啊，係嗰樣嗰樣啊，揀一樣㗎、哦。都係揀少林功夫。哦，係啊，仲有咩好啊？咁家長可以體驗下小朋友嘅唔容易，一齊去。即係都連吃苦嘅，連爹哋媽咪都一齊去學啊！哦，咁你帶埋大王一齊去學啦。搞住，點解？細路仔學好啦，唔好搞我。佢話大少一齊去學噶嘛。你覺得 OK 啊？呢個？大王有冇吃過苦？我沒有吃過苦，我係吃過苦瓜。睇唔出啊。係啊 ，OK 啊 ，OK 啊。
OK， 多謝你。好，多謝曬我哋四號嘅 Sharon。五號馮以琪，方齡26歲，嚟自悉尼賽區，身高155公分，體重47公斤，是一名的市場推廣老師，他嗜好是運動、踩單車和旅遊。Hello Jolie 你好。你好馮小姐。詩怡你們好，各位來賓大家好。你都是講得很純正的廣東話，必須人，香港人，都是香港人，沒錯。哦，歡迎你啊。為什麼會參加今次的比賽呢？因為參加今次比賽，我想挑戰自己，因為我覺得澳洲華僑小姐這個平台不單止是有挑戰、冒險，還有都是我一個圓夢自己的理想。哦，挑戰和冒險，有什麼冒險啊？這裡冒險就是要不斷挑戰自己，譬如可以才藝比賽，要自己不但止，譬如我自己是比較comfort zone是唱歌的，但是今次呢就選擇跳繩，但其實我就不懂花式跳繩的，所以就在一個禮拜之內呢就學花式跳繩，所以這個也是冒險啦，因為在台上面做這麼劇烈的運動，所以但是就不斷期間呢就不斷去 push 自己，明白到自己究竟可以做到什麼，達到這個目標。 OK 啦OK 啦，我真的不少少的，不少少的跳條繩都一個禮拜，話索氣又盛，咁佢又要挑戰又話冒險，咁啲冒險係挑戰定挑戰？有冒險又挑戰咁樣，我都真係一塌糊塗。請你揀一個題目。你兩個啊嗰度，好一個。阿蚊睇阿蚊，呢啲題好簡單啫，又好簡單。係，歡迎你嚟到賞夢遊樂園，入到去，好奇怪喎。你找到一種超能力，有幾種，你要揀一種：隱形天眼通，隱一形四維望看到的；第二飛行，會飛的；第三好大力；第四瞬間轉移，就走下去了；第五暫停時候，嘟冚唪停曬得你喐的。咁如果咁多種選擇咧，我就會揀暫停時空。點解？就係因為咧，咁我自己有一啲經歷嘅，咁譬如我自己有親人離世啦，咁其實有時候我自己反思，可能而家今時今日啦，大家都好多時候咧係 spend 喺其他時間而忽略咗家人啦。雖然如果我有呢個超能力咧，我會想暫停時空，好好一齊去同屋企人享受時光，同埋珍惜身邊每一個人嘅時刻。哇，好感動啊！呢、這個真係好感動，打拍掌俾佢真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孤家同埋外家嘅一個小朋友啊。咁你會唔會做一個即係令人哋開放心靈嘅一個導師？我覺得我都會做一個令人開放心靈的導師。咁我自己就覺得講到去心靈啦，又或者講到去夢想等等的話題啦，其實最重要都是明白到你自己究竟是乜嘢。咁所以譬如呢次的比賽機會啦，令到我自己更加明白到我自己的能力是去到邊一度。冇錯。去到邊度啊？我自己的能力是去到，就算去到邊度，我都要繼續衝。我就是要一直努力，一直衝，一直加油啊！多謝你，多謝Jolie。六號，葉索菲，方齡18歲，嚟自墨爾本選區，身高165公分，體重43公斤，三圍係85、56、85公分。他是一名大學生，他喜歡跳舞、唱歌，還有就是騎馬、演戲。你好啊，葉小姐。你好 ，Sophie。你好，蘇冠波啊嘛。啊 ，Mandarin。哦，普通話。好的。哪裡人呢？我祖籍是湖南長沙的。哦，湖南长沙了。对，长沙什么出名了？吃什么？有好吃的吗？有，比如茶颜悦色。茶颜悦，来，某某举我都不知噶，听不懂。我也不知道，能解释一下吗？就是只有长沙有的一种奶茶。哦，奶茶，就珍珠奶茶吗？不是珍珠奶茶，但是特别火。特别火的。什么果？
特别出名，哦，特别出名的，很有意义的，对对对。无人长沙，我去问那边是这个毛豆腐吗？毛豆腐没了，没得吃。我没吃过。为什么？因为它长毛。长毛。长毛就不吃了。嗯，比较挑食。对对对对对。好，来，我们选一个啊。选一个。好。喜欢。那就这个。这个吗？这个问题是问。啊，谢谢你，欢迎来到梦想游乐园啊，游乐园，没有这个对了。嗯，你要做一个绝世的好厨师，主家那个厨师行不行？你要做一个绝世的好厨师，绝世的绝世好，可以听得懂吗？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做一个好做饭给别人吃。对对对，这是个绝世的，绝世的，懂不懂？好明白，大王。你越讲我越不明白啊！绝世好厨师，绝世好厨师，绝世的好厨师。对，听得懂了吗？听懂。你要煮一个菜，嗯，煮什么菜？我还不要一个奶茶，奶茶不要。啊。我煮长寿面吧。为什么长寿面呢？因为我想长寿。你想长寿煮给人家吃哎。那就煮完了自己再吃一点吧。啊，你就偷人家的长寿面，那不就分饭了吗？就是有什么快乐的事情一起分享。这个长大好看，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嗯，对。那不简单，长寿面几个面条就算了。绝世厨师煮一个面条，我做面给他们吃已经很好了。我感谢他们，感谢这位大爷，谢谢你，谢谢，谢谢周姐 ，Sophie。我你讲乜嘢？系完全意想不到。点解咧？真系唔知你煮个面已经。唔該曬，咁啊，好食嘅面咧，只需要係稍微嚇調一調味就 OK 嘅啦。以下落嚟，我哋有請7号到13号嘅嘉賓出場，有請。16岁，来自悉尼选区，身高170公分，体重51公斤，三围是87、66、87公分。他是一名的美容咨询师，他的嗜好是音乐美容。Hello，Kelly， 你好。李小姐你好啊。主持人好，大家好。刚才你教过你的那个二胡了，好厉害。谢谢。请问一下，哪里人呢？我是山东青岛人。我山东青岛啊，青岛最出名是什么？青岛啤酒。啤酒。青岛啤酒。你会喝吗？我会喝很多。多少是很多？多少？一箱吧。一箱，对，一箱是多少瓶啊？10瓶，大瓶的10瓶，小瓶啊，小瓶的，小瓶。如果大瓶一次可以喝多少？5-6瓶差不多。五六瓶一个人喝？对。大王，你咪同佢挑战下。没挑战啊？系咁唔得，我平时唔饮酒嘅。是这个吹喇叭很快的那种啊？对，因为我们都是青岛人，从3岁开始就喝原浆啤酒。几岁啊？3岁。3岁。对。3岁就喝啤酒。是。哦。
你有在骗我们吗？嗯，真的，就是我们用塑料袋，小时候爸爸妈妈在酒桌上，小朋友就会过来这样倒。会不会加点牛奶进去？啊，会的。啊，真的吗？开玩笑。好厉害！系边个饮得噶？今晚咧，我哋庆功一齐饮。妈定咗啊！对。好，第二个问题。我自己来，你看。哎呦，我抢咗你个酒店啦！哎，欢迎来到上梦游乐园。你见到呢，你在澳洲澳大利亚多久啊？哦，我来了五年了。五年，你见到澳大利亚澳洲有三宝，你晓得吗？你知道我们澳洲有三宝是哪三宝吗？知不知道？应该是矿产。矿产。哎，来的时间不够。来的时间不够耐啊。澳洲，我现在告诉你，一般来说。有三宝，第一，肥的胖子，肥胖子一；第二，乌蝇，苍蝇，乌蝇，大佬，专家音流，苍蝇讲普通话。还有，第三，醉酒的人是最早的，专门醉酒的，醉酒的，醉的人多，听懂吗？苍蝇多，还有肥人多。对，三个要帮忙，你会帮。要帮忙，要帮忙啊！啊，你都帮乌蝇，帮忙把它搞定呢、啊。哦，搞定乌蝇啊！啊，好的。你听得懂吗？对不起，我表示的不好。我听得懂。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帮醉酒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有很多醒酒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吃解酒药，而且还可以吃喝一些蜂蜜，还有牛奶，去帮助他快速的醒酒。啊、因为他喝酒喝得多，所以醒酒呢都是醒得带酒人就不能讲带酒人解酒药是一般是什么、澳洲有一个蓝色的、哎、还蓝色的嗯，药物一个解酒药就是你吃完之后你就可以千杯不醉真的吗哎，等一下这个麦给到、对谢谢你啊谢谢大家谢谢 Kelly李锦涵，芳龄22岁，来自布里斯班选区，身高166公分，体重51公分，三围是78、63、90公分，是一名大学生。他的嗜好是做甜品、食甜品、旅游和跳舞。Hello, Angie 你好啊。Hello, 你好。李小姐。李小姐哪里人呢？我是河南郑州人。好，河南郑州人，对，吃什么的？是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比较喜欢吃面食。都是面条。对。哦，喜欢什么面条？烩面。烩面。对。出名的吗？对，非常有名。什么？上面什么松啊？什么松啊？上面有什么佐料吗？对对对，佐料对不对？它会有羊肉的。羊肉的。对。最多。对，然后里面配料还会有粉条啊。哪里喜欢哪一个味道？我最喜欢羊肉的。羊肉？对。其他不吃？没有那么喜欢了。哦，没有那么喜欢了。他比较喜欢吃甜食嘛，对吧？哎，你的喜好呢？你喜欢做甜品？嗯。吃甜品？对。你会做甜品什么甜品呢？中国甜品还是西洋的甜品呢？都会做。哪个最喜欢？甜的好吃啊，你很喜欢甜的，所以先写的稿子。一个问题，问题是九号的问题，来到上梦游乐园，你可以即时去 TVB 做女主角，你会拣边位见佢，然后入去做呢一个女主角呢？听得懂吗？太懂哦、对听不懂让你看看后面就是你去到 TVB 可以做个还做个妹啊女主角、好吗要你去 TVB 做这个女主角女主角三女主角三位最左边郑志伟你懂吗他是我们的总经理 OK 中间的那个乐小姐是我们议员管理的
艺员对不对？我不是艺员，演员。啊，演员。演员管理。啊，艺员就 politician 了，应该比较。我们的演员的管理的，他是我们的老板。最右边那个就是甄小姐，甄姐是我们管理我们戏剧的的总经理。三个人，你会挑来不去见他，小心说话，他们都在看呢、啊。对呀、啊，对，你喜欢？我觉得三位如果可以的话，都想见一个。不，就是、只能选一个。对，你看看，你抬到雷盖上，你看看雷盖上吗？你看看雷盖上，他有没有给你什么提示？对，他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你挑哪个？我选，周先生吧。为什么呢？会去病吗？曾纪伟、啊。哦，曾纪伟，为什么？因为你认识他。其实我小的时候看了很多。哦，是吧？你看他什么节目？他会有一些包括的一些综艺节目呀。现在要拍戏剧、哦、电视剧，不关这个，其他的。我觉得他很有趣。有趣跟你见他什么关系啊？他一有趣就很吸引我呀。是吧？那你要怎么去说服他呢？给你去做女主角。啊、女主角你要怎么说服他？演员管理的你不挑，拍电视剧的你不挑，你糟糕了，告诉你。情况不妙啊！对啊，哎，没关系，不饶你了，谢谢。啊，谢谢，谢谢我们 Angie。十号王佳琪，芳龄26岁，嚟自悉尼选区，身高166公分，体重48公斤，三围系88、60、90公分，系一名会计系嘅博士生。佢中意睇戏、阅读、游水、玩吉他。Hello Daisy， 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现在读这个博士生吗？对，我马上就毕业了，马上就是一位合格的博士。哦，毕业了吧？这很聪明啊。哎，对啊，会计有博士读了吗？对，我读的是公司法和公司治理。哦，怪不得，读那么多书干嘛？对，问问而已，我读的比较少。我觉得我是一个从小到大都非常幸运的人，也会遇到很多贵人。正好是就是 COVID 期间，然后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海外留学生没有办法到我们澳洲，所以因为我就是留在了澳洲，所以这个机会就给我了，也非常感谢我的导师，谢谢你。哎，还在澳大利亚多久啊？啊，我在澳大利亚已经7年了。七年呐、啊？哎，你哪里人呢、啊？我是河南人。也是河南啊？对。一个省吗？对，一个省，他们说老乡。对，都是老乡。吃什么的？那边跟他那边吃一样吗？对，吃的一样，而且我爸爸是开饭店的，所以我对吃很有了解。我哥哥对食嘅都好有研究啊！哇，真系犀利啊！我哋料到开餐馆嘅，来选一个。对，我先听一下吧。好，第六题嘅题目，呢题题目好嘢啦！哇！欢迎来到想梦游乐园，你来到 TVB 新年有特别节目，曾志伟想你扮吉祥物，有三个，第一是财神，第二是大头发，第三是 TV 不电，听得懂吗？所以就是要你去扮演一个角色，对，财神爷、TV Bunny， 还有我们的大头佛。三年呢？就新年的时候，你会选择做哪一个呢？春节那个时候，春节扮一个角色，一个是财神爷，一个是大头佛，一个是 TV Bunny。你都懂他们吗？都懂。那你会选哪一个？你选哪一个？我挺喜欢最左边的那个。最左边是大头佛，我挺想扮演他的。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他我就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把快乐跟开心带给大家。但是人家看不见你的脸。没有关系，因为我而且我看着我跟大头佛也有一点相像。为什么？你觉得哪里像了？我
就是你的笑容吗？对，给人的感觉带出来的感觉就是很宽容，然后很开心，然后很慈悲的感觉。我觉得我慈悲呀、啊，没有会有一点点像。像吗？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在 TVB 吗 ？TV 八底你不选？TV 八底啊，他是我们的 icon 啊，你不选他，一出来就很高兴，他也蹦蹦跳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挑他？是不是因为 TV 八底本身就那么出名了，对不对？什么？你回答我。他那包的太严实了，显示不出我的身材，对不对？唔多戴头发，可以睇到你身材。佢就系戴个头啫，佢身嚟着个 bikini 咁样。好啦好啦，计数计到尽啦佢。谢谢你，谢谢 Daisy。11号李嘉莹，芳龄24岁，来自墨尔本选区，身高173公分，体重60公斤，三围是81、75、98公分。她是一名店铺经理。你好 ，Hello Donna， 你好啊。你好，李小姐，头先跳舞跳得好出色，好中意跳舞。好中意跳舞。但系你系间店铺经理，我想问啊，你做咩店铺噶？我的店铺在墨尔本是特别为华人服务的，提供一些娱乐活动和一些线上的活动，去集合我们在墨尔本的华人。哦，你推动做管理难不难的呢？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因为人是最难的。哦，是啊，人类呢一天有100种不同的情绪，特别难管。哇！好犀利，100种情緒你都搞掂啊！咁如果要你管大王咧，管得住啊？但係太曳啦！要你管我啊佢！我會學習管大王。咪咁啊，唔使啦，答咗個問題先啦。OK。問題啊問，歡迎嚟到想夢遊樂園，犀利啦！你變咗一個 AI 機械人，你嘅功能有以下，你揀一種：一捉曱甴，二捉蚊。三捉老鼠，四捉四腳蛇，任你揀。捉乜嘢？我最驚就係四隻腳嘅嘢。我諗下先，我要捉。捉咩？捉曱甴。點解咧？蚊你唔捉，曱甴會避開你喎，蚊會攻擊你喎。蚊。再俾你諗多次。唔緊要，我屋企只貓食捉蚊。你屋企就係貓食捉蚊，可以派我只貓去捉蚊，之後我捉曱甴，就係相比合璧係嘛？即係兩個都一齊捉曱甴。我想問你咩貓嚟嘅先？你係咩貓嚟㗎？正常嘅貓嚟。正常貓？咖啡貓係咪啊？唔係喎，我只貓係美國短毛貓。咁點解會捉到蚊嘅？佢哋美國短毛貓以前就係專捉蚊㗎。係啊。培養出嚟捉蚊㗎，屋企係嘛？啊，算啦，你而家揀咩？我捉曱甴啊嘛。捉曱甴點解？捉曱甴。捉曱甴，我係覺得攞起拖鞋之後一拍，成曱甴就可以死。哇！你做咩咁激動啊？嗱，你講，我而家唔係叫你拍死佢啊，我叫你捉著，唔係整死佢，叫你捉著。你一個 AI 機械人，你唔係人類，你一個機械人。係喎，係喎。唔該曬你啦，真係。你係 AI 機械人。好。而家捉曱甴，點樣捉？拎起拖鞋。不可以拍死佢咯，咁唔可以攞拖鞋啊？咁你要攞咩啊？咁我就去 download 一啲程序，跑得快啲捉起佢，過條數。咁點啊？去油炸佢咯，都話唔可以殺佢咯，即係油炸佢。你唔好理我點解唔可以殺曱甴， okay. 你係個 AI 機械人，你而家搞到我亂殺龍，我唔知殺到連捉好啦。哦好啊，咁就拎起個袋笠住佢，焗死佢。整死佢咯，都話。算啦算啦算啦，你答得非常之好，答到我都無所遁形啦。唔好咁啦。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真係。12号廖恩培，
方玲25岁，嚟自布里斯班选区，身高170公分，体重55公斤，三围系87、63、90公分，系一名大学生，佢一名足病诊疗师，嗜好系打羽毛球、玩 gym、刺绣、旅游。你好啊，廖小姐。Hello, Winnie， 你好。你好。廖小姐说普通话吗？说普通话。哪里人？台湾人。哦，台湾的。台湾哪里的？台湾台中。台中啊，台中的文化气氛很高哦。我也很喜欢。很喜欢。对。气候也好啊。对。对对对，来到这里多久啊？我在这边生的。哦，就出来，哦，出生在这里。对，然后小学有在台湾读。哦，怪不得，怪不得，你是不是做病成纽西是什么来的？你的职业？哦，我是足科医生。哦，足科医生。足科有也有咩病嘅？你不是不？骨头。对对对，这个足脚会是有什么毛病呢？一般所有的毛病都可以治。什么？比如说呢？有什么毛病？哦，像比方说我们亚洲人有很多人都是扁平足。哦。如果你脚会痛啊，或者是走路会痛、跑步会痛、运动会痛的话，都可以来看我。哇，很专业啊！对对。哎，大王，你未问个问题喎，佢喺台湾嚟嘅，你问下佢嗰里有咩好食？台湾咪食蚵仔煎咯。哦，即系你自己去得多系嘛？台湾有什么好吃啊？我最喜欢那个炸鸡。炸鸡。对。Sorry， 我都有少少。哦，好大。盐酥鸡。啊，好大大的。对。对对对对，我很喜欢吃那个，我很喜欢吃。太阳饼呢？我也喜欢，怎么都喜欢。好，来，我们抽一个。对，问题就是问，你看看啦、啊，就是说，哦，呢、这个正啊，嚟咗想爱，想梦游乐团，今晚嘅选美你会得奖。嗱、啊，想梦游乐团里面，今天晚上你会得奖。今天晚上你会得奖。三个奖，第一个，你可以得到友谊小姐。友谊小姐。对，每一个嘉宾都喜欢你的，啊，你好，你好。OK， 第一个是拿了冠军，所有的嘉宾不理你，冠军不理你。对，第三个什么奖都没有，但是 TVB 一个给你做一届女主角。你听懂吗？听得懂，听得懂。获奖了没啊？每一个都很 attractive。对啊，对。如果我要选一个的话，我应该会选友谊小姐。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友谊来说对我很重要，我很 value friendships。真的吗？而且我，对啊，而且你说所有家里都喜欢我，那对我来说这就最重要啦。哦。如果大家都喜欢我的话，那你为什么不选 TVB 回去演出啊？因为我很喜欢我自己的工作。你不想去啊？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帮助。那你可以去 TVB 演那个足科医生。足科医生啊！不行了，还是不要回去算了，今天不要算了。谢谢你啊！好，谢谢维尼。13号胡善元，方龄23岁，来自悉尼选区，身高175公分，体重52公斤，三围系95、65、95公分，是一名硕士生，他嗜好是表演、主持和跑步。这位犀利啊，这个朗诵啊。Hello, Celeste. Hello, 你们好。医生呢，你下班啊，即系够胆用朗诵嚟做才艺啊！我做咁多次选美，第一次见啊。听得懂吗？第一次在选美比赛里面有人朗诵才艺表演，所以他就觉得你很厉害呀、啊。要勇敢啊！谢谢，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也想让啊给够了够了，刚才说过了。对，问题最后一题，来到小梦游乐园，今天如果你能够胜出，想办法，去找一些人给你一些意见。李会长来了帮忙，指导你。第一位 ，TV Media 的 Jackie，TV 圈里的老板。第二，1828王老吉，王老吉吗？
王老吉。王老吉。第三位，李佳生。李佳生小姐，阿丽。那你会选谁去帮忙你去得到这个冠军呢？对。不是帮忙，是给你意见。给你意见辅导你去得到这个冠军。我更希望可以得到 TVB 老板的支持。哦 ，Jackie 在哪儿？在那儿。好 ，Jackie 在那边。OK， 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演员，然后我们在之后呢，会有演技 PK 的一个环节，然后我更希望能得到 TVB 老板对我演技的一个指点，这会对我的这个技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哦，你就会做戏啊？你就演戏？不，你喜欢演戏的？对，我非常喜欢演戏。演什么戏？演一切，一切可以站在舞台上的机会我都非常喜欢。比如呢，古装、时装、哭呢、悲呢、笑呢？我比较喜欢古装哭戏，因为它可以爆发我的情绪，然后更能体现演技。花木兰吗？花木兰是谁？花木兰不是哭戏。那为什么刚刚不选择一个可以哭的？因为就是除了我刚才讲的一个，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花木兰，其次因为我们华裔小姐也主要它的主题是关于女性力量，然后花木兰呢，它讲的是一个女扮男装然后替父从军的一个故事，对啊，也是一个展现自己女性力量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去选择这个。哇，好厉害，他站到这里刚才好像朗诵一样搞到红红了。对对对，谢谢你啊。好，谢谢谢谢。掌声俾啲掌声，我哋梗系支持佢哋啊嘛！佢哋答得好好啊，一至十三都系嘅。呢个翻一样嘢，原来所有嘅女孩子嚟嘅都好多书，每个出嚟都表现到佢自己好高质素嘅女孩。系啊，包括我啊。好啦，转头翻嚟，我哋究竟啊，十二位佳丽边位进入最后五强？转头翻嚟见，一阵见。再次和大家见面，咁大家欣赏过佢哋刚才嘅风采，欣赏过佢哋嘅口才，以下落嚟最近五强嘅将会系好紧张啦，紧张嘅时刻。好啦，咁我哋128黄老嘅2023澳洲华人小姐竞选总决赛五强嘅佳丽系能够进入最后五强。11号李嘉莹，多得你，恭喜晒！墨尔本选赛区，仲系我哋嘅一号 Sherry， 林润熙，恭喜晒！第三位进入五强嘅系13号胡倩月，13号，恭喜晒 Celeste。 好，仲有我哋嘅6号 Sophie， 6号易索菲。好啦，仲有伟华咪好紧张咧。最后一强，你哋话几多号？几多号？可唔可以听下？听唔到。难道进入最后五强嘅最后一位系？2号李悠悠 Anna， 恭喜晒我哋五强嘅。2号，恭喜恭喜！睇见啦嘛，五强嘅呢度，无论如何，各位来宾，俾啲热烈掌声！台上面咁多位嘅参赛佳丽，我哋其他嘅佳丽都唔好灰心啊，因为你哋今晚嘅表演系非常之好噶。对，多谢大家。咁多位佳丽，请喺后台休息阵间。好，佳丽。回后台休息一下吧。